在 Windows 7中，我们可以将多张图片设成自动播放的壁纸，在桌面上通过鼠标右键选择个性化，点击桌面背景后，就可以选择系统自带的各种壁纸，也可以点击浏览，选择自己喜爱的图片。设置好播放时间、播放顺序后，点击保存修改，桌面的壁纸就可以自动播放了。还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菜单快速切换到下一张壁纸。